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豆啊。今天我妈过来烧饭了，因为前面说想吃那个鱼胶汤，我是不会做的，只能我妈来。看这个孕妇，哪有人这么看的？那个眼睛不是废了吗？我戴着眼镜，还挺远的。啊，你不是你这样躺着看眼睛容易坏呀？我听。我去外面看一下，我刚才做饭了已经。我来学习一下我妈是怎么做这个鳗鱼胶的。这个前辈很喜欢吃，我也很喜欢吃。我也算是从小吃到大的了。它跟我们网上买那种大的鱼胶不一样的，这种就是炒一下，然后做汤特别的香。我跟啥子一样？我就以前炒过的，就这个盐还能用的。跟你跟你新鲜买来的那个鳗鱼，然后弄出来自己晒的，是吧？嗯。给我撒给啊。嗯。这个就是孕妇怀孕期间吃也很好的。也要炒热一点。对。这个炒熟的时候就是黄色的，看着小，但是它比那种花椒鸡里面那种大的花椒要好吃多了，这个特别的香。对，土豆就是这样。金黄色的虾米的那个，你们要听炒了几分钟，这根已经有点黄了呢，焦黄的，金黄色。虾米啊，应该。差不多的颜色应该金黄色的啊。如果一般性自家烧的，该买是最不用油炸的，油炸的没得后，如果是腌炒的。看我妈已经炒好这么多鱼胶了，还剩锅里这些，就这么一点啊，炒了快一个小时了，一个小时都多了。现在已经有11点多了，我跟我妈抓紧一点，两个人一起做饭快一点。说这个鱼胶汤，再给他做一个排骨玉腩羹，之前做过的，蛮好吃的，前辈也很喜欢吃。这个吃之前水要浸泡一下，把里面有一根筋要把它抽掉的。
修了。先吃，我妈还有一个菜要做。好香啊！嗯。我刚刚胃有点难受，闻到这个就有胃口。够咸吗？够咸。肚子已经很饿了，你今天早上几点钟吃饭？7点多。我是8点钟吃的，现在11点半才吃午饭。主要今天我妈是做这个鱼胶嘛，花费了点时间就比较久。二小哥。啊。二小哥。最近呢也疼，怎么办？我刚刚是一点胃口都没有的，甚至有一点反胃啊，很难受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吃那个药吃的。嗯。但我一喝这个，胃口就上来。那你再吃一个汤面。这个是。汤面可能有点咸了。加点饭。嗯。这排骨这就快了，早上吃。我等待吃了。